常优秀，赞赞赞。走得快，鼻子没有耳朵，张开小手迈迈腿。看一下，哎，大家都注意了，我就放下了，那你就放下了。很不矜的那一种态度，泰然处之的那。这个高度还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！前进，大胆的前进，再大胆的前进，上面没有绳子，可以讲话了，可以有绳子的，停下来，哦，来往前，第二个接着哈，往前，接着，往前，往前，绳子还没有过，往前，继续往前，好，到腰了，往前，我没有看到屁股的，好，可以，到大腿没关系，到大腿，前面还有绳子，大腿可以起来，来，陈老师，吴老师往左边一点，枢纽继续往前，到屁股了，绳子到屁股了，好，来往前，起来之后，你还要引导绳子，然后呢，还有枢纽可以起来，不要往前两步就起来，哎，要请他自己走，好，林老师往前，要碰他，对，所以他自己走，好，点哦，林老师第一点，继续往前，接下来，枢纽起立，来，那个。不要起来，哎，再来老师，好，继续往前。OK， 然后呢，有双圈圈的那个就是你的出口。但是你人在行走的时候，你人不是照着他走了，对呀、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这个是起点嘛。小心不要摔到哦！要注意啊，注意啊！来，杨信，你这样过不去的。可以啦，没有，别这厉害，走了，哎呀！这个还记得，一定嘛是要。一点一点，你看这样子不会放，不会有事。那画圈一点，出来一点。来。行了，后面有，后面。来。难过。好啊！这边这里没有看到，过来一边，好紧，好紧，好紧，快点过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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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